今天来接乐乐放学了。怎么回事哦？你看大家都走光光了，还没有看到乐乐出来。看，我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，你看这路上一个人都没有了。乐乐到底去哪？哎，收到一个信息，看一下啊。我是乐乐的同学，我知道乐乐在哪里，你去这里拿个盲盒，解密成功我就告诉你。怎么回事？哎，他还发了一张一个地址。哦，那我去找找。哎，在这里耶。哦，找到了，就是这一个盲盒。我看看是什么东西。哎，里面是一个字幕，上面写了什么？请把字幕拼好。先不管了，我先回家把它拼好吧。哎，回来了，他这个同学也太奇怪了，为什么要我拼好这个字幕啊？哎，没办法，为了找乐乐，我们先把它拼好再说吧啊。就一张纸条。哎，好像还有一张东西，倒出来看一下啊。这一个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应该是这个字幕的这个上面的贴纸，它也没有说明书啊，这可咋拼啊？哎，为了乐乐，找到乐乐，那我们只能来拼一拼看看啊。拼成一个大锥锥，合体。这会是一个什么东西呀？这两个是它的开关吗？噔噔噔噔，像不像是一个红绿灯？变成了一张大大的沙发。继续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一个长条？哎，不管了，把这个长条给它安上去。你们猜它这会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也猜不到啊。这个有没有像是那个铠甲？这个会是什么呢？大家猜一下。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不是一只手啊？哎，还果然是一只手呢。看来这应该是一个机器人，这是它的一只手。先不管它猜的准不准，我们装上去再说。另外一只手，现在胜利就在眼前了。有点安条腿，再安一条腿，再安个小腿，咋那么难安呢？这里也是一个小腿，再给它安一个脚鞋子。哎呀，再安一个鞋子。嗯 ，OK， 看一下还挺灵活的。哎，再把这个贴纸给它贴上，这个不用拆啊，这个就是它的脸了，有点像是一个机器人。这几个我应该拆，应该是贴这里。这个会贴哪里呢？我看一下啊。哦，我猜应该是贴耳朵这里啊。诶，好像是一个电视诶。这个就贴到腿上吧。好啦，现在已经完美的把它拼好了。现在我已经拼出了这个角色了，他现在应该可以告诉我乐乐的在哪里了吧。我现在给他发个信息，首先我给他发个照片过去啊。同学你好，我已经把这个字幕拼好了，你可以告诉我乐乐在哪里了吗？等到回消息。诶，他来消息了。很好，我再给你发一个定位，那里还有一个盲盒，你再去找一下。太气人了吧，这还不告诉我，这要报警了。哎，那我还是去找找吧。哎，不就在这里吗？找到了这个盲盒。哎，我又回来了，像一看起来又是一个字幕，我们继续把它拼了吧。这次的字幕有红色跟黑色，跟之前的这个小黑有点不一样啊，小黑只有黑跟白啊。我们现在开始拼了。这是一个什么呢？合体，看一下这会是一个什么呢？红绿灯的红，再给它盖上盖子。OK，
体，再合体。OK， 这像是什么呢？岸上是个灰色的红绿灯，你们有没有见过？好，现在开始装红色的灯了。清清清清，你们看它像什么呢？嗯，完蛋，我装错了，这样子那不是反了吗？装错了，裁掉，重新装过。OK， 有没有小伙伴已经开始看出我们拼的是什么角色呢？嘿，看到没有，这么多的一个喇叭音箱，对不对？看是不是好酷的？这个就是他的手啦，第二只手，我们把手给他装上去吧。这个手怎么没有这一个的手高级呢？你看他这个手还有手指呢，是吧？虽然他只有四根手指，但是也比这个只有一根手指的高级呀。哎，我们继续骗他的脚，脚，这个是腿，不叫脚啊。OK， 小腿，嗯。这个就是他的脚了，嗯 ，OK， 完美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好像是一个音箱哟。拼好了，现在给他发信息过去拍照。同学，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小音箱给拼好了，你能告诉我乐乐在哪里了吗？哎，他已经回消息了，我们看一下，拼得很不错，还有第三个盲盒，你再去找一下。你也太过分了吧？怎么还有？啊，哎，说是这么说，但是我们还是得去找啊，走。哎，应该就是这里了吧？看，找到了，盲盒，第三个盲盒，我们开拼。嗯，又是红红色的这个。朋友们，这第三个盲盒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啊，我是真的完全我拼不出来。哎，看到这里的朋友可以帮我点个小心心，鼓励一下吧。哎，看一下是什么情况。哎，他又叫我拿第四个盲盒一起拼，难怪我拼不出来呢。走，我们再去找第四个。看样子好像是这里了吧？看，天都黑了，你看天都黑了，乐乐还没有回来。找找，应该是在这附近。没错，就是这里了。看，盲盒，好，第四个了，赶紧回去拼。咱们第四个。可算是找到了，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啊，把它倒一起看看是怎样。第四个盲盒倒一起吧，这个壳怎么拼呢？来，先试试看看能不能拼好这次。哎，这拼到一半的时候，我怎么感觉少了一点零件呀？这里找半天都没找到啊！我就要这个零件，把这个小音箱、小收音机给它拆了啊！嗯，哎，拆到了。OK， 啊，不对，不是这个零件，看一下它上面有没有？哦，在这里，把它拆了。对，就是这个。没错，我要的就是这个，下来吧你。好了，终于把这个零件给拆下来了，安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继续。这个也少一个。对，我要这个，把它手给先拆下来。要这个零件，安装在这个地方。这里也有一个零件，把它拆下来，撬动。这个拆好了，这两个再加一个像小风扇一样的，这里上面一个角胶，它暂时找不到啊，等一下再找找，看能不能找到它。我们就把它安装在这里，再加一个，好了，这个呢，我们就把它安在这里啊，嘿。
像不像一个胸甲？哦，拿来吧你，抓在这里，把这个红绿灯全部给我抠下来，装在这里啊。好，拼装。然后呢，这两个也被我拆的差不多了啊，你看手脚没有了啊，我们继续。现在只像是一个身体耶，就是偏大的手跟脑袋。一看起来就很酷，你们猜到这是什么？没错，这个就是他的头。哎，他的头怎么安？再加一个这个，好，这次可以按他的头了。这是他的头，开始安装，再开始安装。嗯，有没有看出来这是啥呢？像不像一个锅盖 ？OK 。嗯，安装锅盖，一个，两个。你们觉得这是他的喇叭吗？这个应该是他的火箭炮吧？按在这里来。哎，原来这是他手上的火箭炮，太厉害了吧！看，手臂上有个火箭炮，哇，想不到他的手竟然这么粗！哎呀，哎呀。哎，火箭炮又掉了。OK， 他的手是不是很酷？我猜这个手应该是装在这里的，我们把它装上去。哇，牛！手拼完啦，准备拼脚。马上就要成功了，完成！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哪一个角色呀？哎，这个错了，这个错了，这个给它换一换啊，这个拼错了，这个应该是在中间，然后这个是在外面，对，应该是这样。这个是几个喇叭，这是它的那个音响。这是音响机器人，每个关节都可以动的。这个它还有手指哦，这个也是。它这里边还有一个机关枪，这是它的喇叭，这是它的那个音响的那个小小音响吧。它的头也是音响啊。这个音响机器人，大家知道它是哪里的角色吗？好，我现在发信息给它的那个同学啊。同学同学，我现在把这个机器人拼好了，你可以告诉我乐乐在哪里了吗？哦，他要我放到指定的地点。行吧，那我给他放去吧啊，走了。现在我把它拿过来了，拿到外面来了，去找他指定的那个地点。哎，这里就有一棵树，他说放在这里，那我就把它放到盒子里面吧，放到这里面去。来盖上盖子 ，OK， 可以了。现在我已经把它放到指定的地点了，我现在给他发的信息，同学同学，我现在帮按照你的话放在指定地点了哟。你可以告诉我乐乐在哪里吗？在这里等了五分钟，他还是没有回信息。这样吧，我先回去吧，等一下他回看有没有回我信息。回来了。你早回来了，我在学校门口等你好久，你都不在呀。我就跟同学玩了一下象棋，然后爸妈接我了。你玩象棋啦？你让爸爸接我？太可气，太可恶了你！太气人了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哎，有信息。希乐妈妈，因为我的字幕的说明书丢了，不会拼，谢谢你帮我把它拼好。我会来找你，我拼了四盒盲盒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为什么？哎，算了，我不告诉你，我笨死了。